大家好，这里是破灭排球。2013年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八强战，丁俊晖大战罗伯逊。比赛第五局发生了罕见的一幕，丁俊晖本来刺杆失误，结果母球鬼使神差跳在空中把粉球撞进去了。这球打完，小辉笑个不停。让我们一起看看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。高杆两库，高杆两库选择叫粉球。那这个粉球现在看上去好像是有一点直吧，应该有一点点角度，那角度肯定不大啊，看那点角度能不能够中低杆蹬出这个。哦，基本上是直球啊，那这个没有办法去叫这颗红球了。哎，这个，这运气太好了。哎，这杆是不犯规的啊，它是刚好砸到了粉球的如果是蹦过去啊，砸到粉球的前面的话，你看这杆啊，等于从丁俊晖这边来看是刚好是砸到了这个靠丁俊晖的这一边，就没有关系啊。如果是蹦过去了，你再砸到粉球就算犯规了。